12月7日下午，数千名香港市民聚集在香港岛港湾道花园，参与爱国护港大型集会活动。市民们高唱国歌，并挥舞着手中的国旗和区旗，表达反对暴力、维护法治、爱国爱港的心声。现场气氛十分热烈。华记茶餐厅老板杨关华出席活动并发言表示，警察是真正维护市民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人，希望港人支持警察。同时他呼吁在场人士做驱魔人，用行动制止暴力行为。我们担当做驱魔人，因为他有些黄丝的毒呢植入了在个头脑里面，有个邪恶的分子，即是有个邪恶的种子就在个脑袋里面，他以为自己呢违法达义，立场先行，其实他做的事是错了。前香港警察石访友在现场带领市民高喊制止警察、严正执法等口号，并对暴力行为提出批评，表示港人应团结一致，共同维护社会安宁。在现场，不少参与活动的市民纷纷表达了对警察的支持，希望香港社会早日恢复和平与安宁。香港中学生邓同学告诉记者，近来的香港使他深感痛心，因为支持警察，自己被周围的同学欺凌，但他绝不后悔。我曾经被人试过将我的电话号码印出来，黐到学校附近周围都是。系啦，咁亦都试过俾人喺连龙墙嗰度，有人将我个人资料黐出嚟，系啦，等等等等各种嘅事嘅，甚至曾经试过喺连龙墙嗰度，俾人话我支持警察，点啊点啊，跟住就挥拳打我，但我唔怕，系啦，我认为我自己做嘅事系冇错嘅。市民麦女士专程从屯门赶来港岛参加当天的活动，她认为近期的社会风波破坏了香港的法治，希望暴力活动不要再持续下去。暴力行为当然是不好的事啦，因为香港是有法治的嘛，是不是？你无缘无故打人是很不啱咯，警察维持我们香港的治安咯是很好咯，因为暴徒走出来破坏了我们的事咯，咁所以警察要走出来捉他们。在市民倪先生看来，香港警察的执法行为温和斯文，今天特意来参加集会，希望表达对警察的支持。我哋唔想嗰啲暴徒再嚟破坏我哋香港，所以我哋好希望佢哋唔好再破坏香港。我哋要维持翻我哋以往嘅和平。我觉得我哋警察嚟讲啊，系全世界最温和同埋最斯文嘅警察。更多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。